悉，日前在泰国工作的艺人薛之谦于5月23日下午在当地发生严重车祸，手部腿部均受到严重伤害，脚部更是被钢钉刺穿。当天晚上8点左右，薛之谦助手在朋友圈发布该消息称，今天拍照结束，本以为大家可以放松一下了，结果我们在收工的路上遭遇严重车祸，薛老板的伤势最重，脚还被钢钉刺穿，我们都很担心，现在正在做进一步检查，希望没事，并配以薛之谦被钢钉刺穿的脚部特写，图片中脚部伤口明显，血肉模糊，让一众粉丝看了心疼不已。对此，薛之谦经纪人确认了其在泰国发生车祸一事，并称具体受伤情况还要等待医院方面的确认才能回复大家，同时也谢谢大家的关心，一有最新进展将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报平安的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